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欢迎关注彩虹音乐，看明星独家爆料或明星一手资讯，尽在彩虹星探访。因为 zero 的就是路的意思，然后我其实这张专辑，也是跟以前的风格特别不一样，然后有很多新的元素，跟我很多我想要说的话，那每一首音乐和这首主打歌《Zero》的，其实就是记录了我从开始写歌到现在，或者在工作的时候经历的很多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想把它记录到音乐里面，然后发行的时候，我就觉得当时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我的路我自己走，所以我是就把它写成《Zero》。区别其实有很大，有可能更贯穿了 R&B 跟 Hip Hop。那可能之前，因为之前其实我回来以后，那个时候其实经验并不是特别的多，那需要学习的地方有很多。但这张专辑可能，比上次时间做啊，或者是写也好 ，rap 也好，就可能会，练习更多，然后听更多的东西，然后去学新的东西，然后慢慢再把它做出来。时间上比之前多很多，然后准备的，也比上次好很多，然后就钱投资啊这方面也比上次多很多。Zero 的吧，时常等待着天空星星的剧情，这也许是给我希望的理由。因为 Zero 的里面记录了我的所有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我是经历过每一件事情之后，我把这件事情记下来改成歌词，所以我用半年的时间写完了这个歌词。为什么要做给别人看，人生就只有这一次，不是吗？未来的我们寻找，不留遗憾的闭上眼睛告别世界。因为我很多事情我不会去说，但我会用作品来表达。我也不知道我改变了什么，就是音乐，可能音乐更好了吧，作品啊，演技什么的。没有，但是希望越来越好了，因为我比较喜欢顺其自然，我不会强迫我自己做什么，但是我希望我正在做的事情我能把它做好，然后我会给自己定一个一个目标把它完成，我再去想下一些东西。对，其实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我最希望能够看到我去年的所有的努力能够得到回报，我的作品一步一步上映，我的音乐一首一首往外发，给大家看更多的我的 MV， 给大家听更多我的新歌，然后给大家看更多我的电影，那至于还有综艺啊，这就是我希望，我是希望他们能快点出现，因为我也很迫不及待的想看听。跳伞我跳过了，在丛林法则里面的时候，还是在火山口上跳，好害怕。其实就因为没办法，我跟教练绑在一起，所以我控制不了什么，就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我可能这就是飞机很高，你明白吗？那我坐在上面，我就往下看，就是
你知道跳的那种感觉，那种直线的那种感觉，你心就感觉，然后但是321我就掉下去，全都是教练的一切在控制一切嘛，我不想跳也没办法，我也掉下去了。我听别人唱的多一些，我其实不是经常去 KTV，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那去可能一年能去一两次、两三次吧。那周杰伦的吧，应该，因为小时候比较喜欢听周杰伦前辈的歌。听音乐，没了。我生活很无聊。开车吧，然后购物买东西，然后看一些奢侈品。就都看，就新出的东西，因为我比较喜欢看最新出来的东西。其实我最近也比较关注 Gucci 的女装，因为 Gucci 女装今年特别的好看，我觉得是，就我在我接触 Gucci 当中，今年的女装是最好看的，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关注女装，但是我只是发现了里面，因为我在 LA 逛街的时候，我去了 Gucci 的那个店，它就男装其实也很好看，他换了设计师是吗？然后他的女装就真的是很好看，而且很不像 Gucci 的风格。我喜欢女装，但是我想每次要买我喜欢的衣服都没有我的 size，香奈儿的也是。这个我还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灵感会让我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旋律跟flow。事件或者跟一个人说话对话的某一瞬间，当别人一句话提醒我，我会根据那个主题扩大，就是从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小的东西，可能就你在别人眼里根本不会在意的东西，你可能就。简单的一句话，或者是就朋友的一个动作、一个细节，或者是你看到了一些人的一些动态、眼神，你就会能想起很多，或者是别人对你做过的一些什么事情，如果你想起来，那个是有灵感的时候，我就会立马记下来。因为我没有灵感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去想写的东西，因为我觉得那都是为了应付才去写。Swag。我喜欢玩 Instagram、Snapchat。我会跟他们互动，但我会看他们东西，但我在微博很少发东西，因为我觉得微博有时候其实挺乱的。谢谢你们一直这么支持我，我会带着一个更新、更成熟、更强大的我。带着你们一起往前走，然后我会用更多的作品跟，电影方面的东西来回报给你们，这也是我唯一能做的东西，所以一起加油吧，我爱你们，谢谢。现实已变成游戏，最美的人在梦里，但其实当梦醒过后，它已不成立。时常等待着天空星星的聚集。这也许是给我希望的理由，想拥有像超人一样的超能力，不被任何人欺负。其实现实很残酷，也很丑陋，一切都不是
在做梦，隐藏真实自己，哪儿你都要戴上面具生活为生存呢？为什么要做给别人看？人生就只有这一次，不是吗？未来在我们寻找，不留遗憾的闭上眼睛告别。